凉了不好吃了。哎呀，你别逼我吃啊！我不逼你行吗？中午饭不吃，晚上也不。不否认。哎，你是男人，她是女人，你是上级，她是下属，你不经过她的允许啊，打了个结婚报告上去，你到底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呀？啊？我有什么目的？我能有什么目的？啊？那不是让她逼的吗？哎，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真的想跟典秘同志结婚？不想。不想，你这可把我弄糊涂了，啊？这可奇了怪了啊！大家谁都看得出来，你们两个呢，互相都有意思。结果呢，自己又想当冤家。当初啊，是你说我乱点鸳鸯谱，现在可倒好，你自己闹腾起来了。哎，那天主要是我头都快炸了，所以才会做出这么不理智的行为。那你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呢？有，我肝火旺。是不是小夏和梁培文的事儿让你受了影响？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啊？这个羡慕啊？老吴，过分了啊！算了算了，哎，我就问你一句话哈。虽然你是先斩后奏，但我们假设这个电报发出去了，田队长也同意了。不可能。假设他同意了，你怎么办？啊？急不急的？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小周告诉小胡，小胡就跟我说了。传的倒还很快。不会扩大影响的，除非……除非什么？除非你们结婚呢。哎，
你到底怎么他了？我能怎么他？真一个鼻孔出气儿。哎，怎么会？我是你宝财哥，我肯定要跟你站在统一战线的。回去我就收拾他。啊。唐司令。哎，田队长，快进来，快进来，来来来来。哎，宝财啊，你怎么也来了？哎呀，我为什么不能来啊？你回避一下。啊！哎，来来来，田队长，坐坐，你先喝点水。来来来，来喝吧。谢谢。对于谭司令强迫你跟他结婚这个事儿啊，我已经把情况了解了。啊，是谭司令的不对，委屈你了。啊。我会严厉地批评他的，也会让他好好写检查。吴主任，我也有责任。哦，那你说说具体情况。田队长这个人呢，哎，他说话是有点儿，这叫一物降一物。哎哎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这支笔迟早是我的。今天呢，还不是你的，迟早是我的。等有是你那天呢，我再把它给你。你等着吧，总有一天是我的。哎，队长有点意思啊，渐入佳境了。有意思啊，田妹，谢谢。我只是跟吴主任反映了实际的情况，你不要误会。误会？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让你集中精力，好打鬼子。哦，我明白。我先走了。要想切断日军补给线，也并不是说只有攻城这一条路。这两天我让老孟带着人下去侦查了一下日军的运输队，收获很大，咱们还是有很大机会的。不是，你是说我们去打他们的运输队？对啊。那也太小道小闹了吧。嘿，你可别小看运输队，现在日本人大量的往武汉运送物资，少则三辆车，多则十辆车，而且每个运输队都配备了护送队，这可是块肥肉啊！哎，咱们以前啊炸他们的军火库，这回直接抢他们的军粮。来，好。你们想想啊，如果运输线给它切断了，繁昌城的作用就减掉了一半了，对吧？下边老孟说，这次我们去了几个地方。隐蔽。
韩人からウーフまでの輸送線路は3つはある。単純をおびき出すため3つの分隊を出し輸送部隊に偽装して奇襲しろ。消滅だ。諸軍、主力はどちらに置きますか？主力はここにいる。単純が動き始めるとお前突撃部隊を率いて単純と中分層の間のこの場所に待ち伏せし奴らの部隊を絶対潰せ。はい。鈴木、お前の連隊は戦闘が始まった瞬間に増援しろ。そして我らは単純の主力を一気に消滅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い。佐々木、即刻に輸送部隊が半人を通る情報を広げ、そして存分に三半しろ。同時に渡辺の情報を見守っていてくれ。はい。諸君、早速準備を。この度我々は単純の部隊を徹底的に消滅する。はい。陈队长。哎，宝才哥，你们也来参加会议啊？这次的行动范围广，所以要求民运队参加会议，配合你们打好战斗。啊，好啊。民运队小邱。咱们进去吧。走。老谭，我来了。到齐了哈。軍力を三つに分けて物資を奪うつもりです。佐々木、見たのか。飢えている人にとってはただ一つのマントは全世界を忘れさせる。命令だ。
对劲儿，小鬼子怎么这么不经打呀？哎呀妈，大哥，这几辆车是不是都归咱了？那当然了，弟兄们冲！哎，慢！你不觉得这里有鬼吗？保护这么重要的物资，小鬼子放这么两枪就跑了，你不觉得蹊跷？有道理。咱们得赶紧通知王团长，让他们小心。老四，哎，快去通知王团长。是，咱们去看看他。好。罗团长，咱们得赶紧去找谭司令，这儿留下看守吧。好，你留下，其他人走。走。兄弟，啊，我跟蒋无情收拾那几个漏网之鱼，你赶紧搬东西。好。这帮小鬼子这么容易打，还没打两下就跑了。哎！啊！啊！收下！啊！尹斌，司令。
住手！他妈的，舒言见你让我毙了你啊！快！啊！我听你的，我撤。
佩文。把衣服脱了，啊！快点！我统计一下。跟你打病。
谭司令，对不住了，我就这么个人，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啊！你要是这么下去，你也带不了兵，也打不了仗。你既然要是不想干了，我老罗就带着我的弟兄们回山寨，要不就再换一个司令了。